们今天心情怎么样？很平静啊。真的吗？雅玲，你呢？我还没讲完，好像没有你的镜头了，你卡太久了。雅玲，今天什么样的心情？紧张，然后上台之前都呆呆的。不会啊，我看你都有微笑哎。就是呆呆的笑哎。哎，把我笑了。好 ，OK， 吴成文，你可以补一下，来，可以补一下，你可以补一下。就好像肚子里面的宿便都排出来了。哎，你瘦到我快认不出你了。是的，你这样我也快认不出你了，因为太漂亮了啦。太漂亮了。你看爸比啊，你看。今天爸比，今天是 double。耶，冰淇淋哦。哎，等一下，碧雅，我说话。我说对了，刚才那个都不算，刚才那个不算。你刚才 over 了，我现在才三道菜而已。给你还没入。好。阿碧啊。待会见。